为了遏制伊斯兰国恐怖主义渗入东南亚，我国今天联合印尼和菲律宾宣布在位于马菲印三国交界处的苏禄海海域展开联合巡逻计划，加强有关海域的安保级别。菲南城市马拉维战火持续，而苏禄海正是通往马拉维的走廊。当局担心一般的恐怖嫌犯会利用这条海道进出马拉维，使得边境的联合防御工作变得相当迫切。国防部部长纳杜斯里西山穆丁也借此向恐怖势力喊话，绝不会让恐怖分子有机会踏足东南亚。Di sini kami bertiga ingin menyampaikan message sejelas-jelasnya kepada ISIS dan Daesh. Lagi kita memimpin negara masing-masing. Kita nak sampaikan message kepada mereka setakat mana yang kita mampu.Kita tidak akan benarkan mereka seinci pun bertapak di rantau kita.三国海军今天在印尼北加里曼丹省海军基地附近举行军事演习，各国的国防部长随后也正式签署巡逻协议。此外，新加坡和汶莱也以观察员的身份参与巡逻计划的启动。除了防恐工作，联合海上巡逻也有助于对抗海盗以及绑架、抢劫等犯罪活动，进一步整顿这片海域的治安。NTV7 综合报道。